一样同样做这个，那除以这个呢，我们只是用中和除法，除它的除式是二次而已，哦，就是说那是二减三减十五减七加六，然后在除的时候呢，这边本来是一减四，一减四加一，然后我们说第一步应该先把它列号，然后把这个一不见了，哦，所以剩下加四减一，那加四减一。一般来讲，我们会把它写成正四，然后负一，写上下不同格。好，那上下不同格的话，你在做的时候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这二掉下来，然后乘起来，就是正八，然后再乘起来是负二。好，那你也是端成上下不同格，然后接下来你就把它加起来，加起来呢是正，然后再乘起来正二十跟。 减五，然后再把它加起来，好，加起来的话，这个是正三，然后再乘起来是正十二跟减三，好，然后这个加起来是零，这个加起来呢，这个不用再做了哦，这个不要再继续做了哦，就加起来是零，这个加起来是三，好，这里不要再继续乘了。 那这个就是你的三，这个就是你的四，所以这是很简短。迷你的这个长除法阶段，我这次它是用加的，也不叫不会写错。那这个方法是很好，大家可以记起来。那它的方法只是我们综合除法稍微延伸一下，本来是一项现在变两项，就是本来是 x 减 a， 那现在就变成 x 平方加 x 平方加 ax 加 b。 可以用这样的形式，好，这个系数也是一，这系数一，好，当这个系数一的时候，你就照抄变号，然后去掉最前面那个一，好，然后这个呢会分成上下，那它有好几次，两次可以做，三次也可以做，四次也可以做，那方法都是一样的，跟我们上次的想法都是一样，好，就是那变号，然后这个有一些该消掉消掉，走路不要写。 这以后我们有机会我们会再讲一次二次的啊，二次为什么可以这样做？下次有机会再讲。好，那也就是说你现在的所求就是这个就是 x 平方减4 x 加 1， 这个就是它，然后乘上你的3就是这里2 x 平方加5 x 加3，然后最后你的余式就是0 x 加3。好，那因为这个等于零。 那这个是三，所以答案就是三了。好，所以这样是很方便，能会吗？好，是的。